哪儿？阿布奇，阿布奇，噼里啪啦砰！杰克去集市上卖牛，遇到了一位老爷爷。老爷爷用一颗豌豆换走了他的牛，告诉他说那是魔豆。哇，魔豆！杰克拿着魔豆回到家，妈妈非常伤心，说他被人给骗了。我们去书里看看吧。阿布奇，阿布奇，噼里啪啦砰！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哎，妈咪哄，我们一起去杰克家吧。杰克家 Yeah, let's go。 哎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妈妈，你别伤心，那个老爷爷说种下这颗魔豆就会有好事情发生了。傻孩子，你被人骗了。我们先把魔豆种到地里去吧。嗯，说不定会发生奇迹呢。你们这些傻孩子。唉，去吧。杰克，我们来种魔豆吧。嗯，我们帮杰克在地上挖个洞吧。太棒了，洞挖好了。我们把魔豆放进洞里。你真棒，魔豆种好了。接下来我们给魔豆浇水吧。太棒了，水浇好了。哇，长得好快呀。妈妈，你看，这真是一颗魔豆啊。这颗魔豆会通向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一起爬上去看看吧。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妈咪哄，哇，云上有一座城堡。云中城堡 Yeah, let's go。 哇，好大的城堡啊。好累啊。我也有点累了，我们去城堡里休息一下吧。你好，有人在家吗？是谁呀？哇，这是个巨人老婆婆。老婆婆你好，我们可以到您的城堡里休息一下吗？这样啊，哈哈哈，你们跟我进来吧。老婆婆，谢谢你。哦，不客气，你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，我先去把房间打扫完。老婆婆，你是在做家务吗？我们来帮你吧。哈哈哈，孩子们，谢谢你们。我们帮老婆婆把竖琴擦干净吧。竖琴变干净了。母鸡饿了，我们选些食物给母鸡吃下吧。这是谷子，你真棒。这是玉米，你真棒。这是大米，你真棒。你真棒，母鸡已经吃饱了。好孩子，谢谢你们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
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子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得赶紧躲起来。咦，为什么？我儿子不喜欢别的小孩到家里来，看到你们他会发脾气的。我带你们去厨房躲躲。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哎，妈咪哄，我们快去厨房吧。厨房。Yeah，let's go。孩子们，你们藏好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妈妈，你怎么不给我开门呢？我在打扫卫生，没听到你的声音。嗯？我闻到了有别的小孩在这里。在这儿呢。嗯，你好，我是杰克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出去。不许伤害杰克。我们快拦住巨人。快点一点我头上的叮咚鼓，他会帮助我们的。嗯，冰冻魔法。嗯，我们把巨人冻住。巨人，冷静一点。跟我一起喊，从容不迫。从容不迫。哈哈，干得好。一起喊，镇定自若，镇定自若。哈哈，干得好。哎呀呀，我们要加把劲了。跟我一起喊，镇定自若，镇定自若。跟我一起喊，平心静气，平心静气。耶、yeah, 成功了。他动不了了，真棒。宝宝快住手，杰克是我的客人，这是我家，我不想别人进来玩。宝宝，杰克是个好孩子，他还帮我打扫房子呢。好吧，杰克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谢谢你帮我妈妈打扫房子，这个送给你。这个。孩子，你就收下吧。嗯，谢谢你。呵呵，太好了。杰克拿着竖琴和会下金蛋的母鸡回到家，和妈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